大家好，我是新红，现在我们在的位置是山东烟台的羊马岛。去的了解，去有网红景点什么的。啊，行，我们先主要去这个地方，对给他赶海。这两个景点还没有开放。好，明白了。本来我们想骑那个车了的，他说那个车是30块钱一小时，我们坐这个才18，坐这个缆车，然后随时上车，随时下车，觉得这个还挺合适，就坐这个。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景点。我们坐的这个车是旅游观光车，我刚才给说成缆车了。这地方这沙子细吧？在哪整的呀？别人给的。这边的沙子是不是细？昨天在地上站都站不住，这随便站。哎呀，凉啊！这水不凉。我想抓螃蟹，这里边全是小鱼。好清亮的水。哎，咱们是不是应该买个漏网，咱们捞鱼啊？还行吧。这个是刚才在海里面捡到的，里边有一只小螃蟹。看这里边有一只小螃蟹。看看看，这钻的，看螃蟹。看小螃蟹。咱们给它倒出来，倒往这里。知道吗？它还不出来，它不出来。往这里头倒。你放里头，你放水里头，一会儿它自己就钻出来了。放在这儿。这壳是空的，所以里面进螃蟹了。我们一点收获都没有。在这边赶海感觉有点失败呀，啥都没抓着，就几个小海螺，而且有的还都是给海水打碎了。然后鱼浆子挺多的，我上这边给他俩买一个漏网。咋分的呀？买了两个网，刚才问了一下老板，他跟我们说为什么你们抓不到螃蟹，因为现在是涨潮，得退潮以后就是天黑，所以我们打算等到天黑抓小螃蟹。真是啥也不懂。走了，咱们捞鱼去。哦，一下你这两下了。行，就这，我放过去一点，这些是我的。啊，你来，给你了，不能让棍掉了。你一展呢，这两下。这沙给你搅埋上了。我是我，我是那个。要吗？给你埋酒啊，别埋深的。这个点已经开始退潮了。退潮的时候听说能抓螃蟹，过来抓抓看有没有。大绳子告诉我人比螃蟹都多，够呛能抓到呀。他俩把泳衣都换了，有点冷这点。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抓到螃蟹。抓到螃蟹了，看见吗？小螃蟹诞生了，第一个小螃蟹终于抓到了。我想摸它行吗？它会不会夹我？哦，终于看到螃蟹了！放里面，呜、哦！这个叫什么呀？怎么感觉像咱们东北那个蛤蜊呢？像口的，哎，像袋子。像蛤蜊。跟大姨走有好处啊？有收获是吧？都有小贝壳啥的。这是啥呀？咱们的这是啥？这啥呀？海蜇嘛啥？不知道。哎呀，这啥东西啊？不知道啊。扔这里的。这啥呀？这个像那个水晶泥似的吧？是。来，活的。来，萌萌，你扔东西呢？放我这儿了。活的，别动它，别动它呀！知道，放了一会儿。哎，螃蟹，萌萌，快点！螃蟹，快点！我要了。给萌萌，给萌萌一个。咱们先装这个。什么东西啊？找到了一个螃蟹尸体，又发现一个这个东西。来，萌萌，放你的桶里头。来点水吧，萌萌。萌萌，这好像是水怪。有是吗？那这个更大。好，那个翘翘旁边那还有一个。哦，这好像。翘翘之后还有一个，看见了吗？啊，好多。这是什么给你帮啊？这一帮没见过世面的。妈妈，你看我又有一个。嗯。萌萌，别多捡这玩意儿，又不能。捡两个就行了啊！发现了一只稍微大一点的螃蟹，
死了吧？真的吗？活着呢吗？啊，挂了。没事，拿着。哎。咋了？挂了。哎，别给我！别给我！我不要。哼，好不容易看见了个这么大的，竟然是挂了。最后我们发现螃蟹不是上海里去抓，或者是在岸上等的，有这种小眼儿你就使劲往出挖。我已经挖出来三只了。这个没有，刚才那个有点挖太狠了，有可能给挖跑了。我给你们挖吧，这个地方就有可能有啊。也有可能跑了，使劲扒拉开，豁拉开。那就大点，这个不小。有可能这样跑了的，不要寻思没有，这个没有啊，这是里头好几只了，嗯，就这么挖出来的，有没有？发现了一只蚂蚁一样大的螃蟹，哎，哪去了？完了，这儿呢，对不上焦，等等，好可怜的这个螃蟹，像蚂蚁那么大，这儿呢，它翻过去了。这个就放过他吧，让他走吧。天都黑了，我们现在要赶回刚来的那地方，拿着行李回去了。一会儿到头那边，我给你们看看我们最后赶海的收获。那他们那是专业的应该是在晚上赶海。我看了好几个了，好几个家。咱们这就业余的，全是小蜘蛛的螃蟹。咱们跟业余还业余。太晚了，不太亮了。这底下全是小螃蟹，看，这些爬的都是。这个呢？萌萌这里是啥呀？也有小螃蟹吧？都在底下，很小很小啊。它这个跟小蜘蛛似的。嗯，我这里面还算大一点。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收获。看这，还有那个，看我点一个小海螺上没？你知道咱们收获最大是什么吗？快乐。对。对了，哎呀，太会唠嗑了。收获最大的是快乐。而不是说这些东西，是不是？你们看看我们赶海的收获，小螃蟹可多了，跟蜘蛛似的，啊，跟蜘蛛，又捡着一只，哇塞，这个小蜘蛛，捡这么些，哇，这个好大，这是啥呀？这是？我不知道是啥，卵，能摸，到点儿啊，有大螃蟹，蟹在这儿呢，嗯，还有一只，好吧，你放了吗？给咱们，给他，一会儿放的。太小了，让它活吧。那你还咋回家给我做汤啊？你俩啊，对啊，放什么？哎，这是咱家产的吗？是。那个挖蛇了，咱俩就来买的，都不是很情愿的去到海里头。